那我们刚刚去哪里？为什么要来按摩？我们刚刚去走啊，去沙滩，然后去海之猫，反正就很多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太累了，所以想说来个学生按摩，所以我们就选了这家。跟大家整排全部都是我的。对。我连啊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的消费。消费啊，要15分钟40。它包含什么哪些部位啊？肩颈，然后全身，15块40分钟吧。哦，15块40分钟啊。然后下面贴纸，然后脚底按摩，然后泡脚，对，就还蛮多的。然后你觉得跟在泰国按有什么差别？但我还是觉得泰国比较好。泰式按摩。对啊。所以他现在是着重帮你着重在什么部位？现在非常需要按摩，因为刚在走太久，真的，我老脚快断了。Oriana那个师傅那么瘦，我很担心他按不动。要不要帮你换一个壮一点的，最左边那个 K 的那个应该刚刚好。哦。他自己说他自己太胖了，人家按了他没感觉。哦。也没有，没有。还蛮大的。Emma， 待会我帮你问那个脚啊，按哪里是减肥穴？那床就不会有啪一声。那真的是床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哦，只是这样。很多人去都没有声音啊。所以。很多人有哪个刚刚好就是我。大家都误会你了。现在帮我按到脚底板，好痒哦！好啦，啊，安琪，做个 ending。好了，他现在在帮我按脚底按摩了，有点痛。对，啊，就是。是吗？我都会痒。就是还是很推荐大家来凯恩斯，结束整个假期的行程以后。可以来这里按摩。对，其实这整条全部都是按摩，然后就看你自己想要选择。对啊。都可以。这间应该算还不错吧。好痛哦！你要跟他讲一站。赶快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再走，再走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